南北朝时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朝代更替频繁，各国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无比。本剧故事发生在北齐都城邺城，一位普通少女陆贞无意之中进入了北齐的宫廷，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演绎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奇。皇上临朝，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皇上，哎，来，来，美人，皇上，皇上，美人，再喝一杯。哎，美人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来呀。别急着走啊，美人，来，再喝一杯。皇上，美人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来人呐，快传太医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快传太医！皇上，传太医！皇上，皇上，快传太医！朱太医，你知道本宫向来不爱听废话。启禀皇后娘娘，皇上春秋已高，微臣多次劝他要保重龙体，可是今天我听宫女们说，午后起就一直与郑美人饮酒作乐，这才引发了中风。拖下去，掌臂。皇后，皇后饶命啊！不要啊！皇后，皇后饶命！皇后。皇后饶命啊！你们都下去吧。皇后是。皇后饶命啊！皇上的身体什么时候才能够康复？这，说，就这两天的事了。我怎么觉得就是今天的事呢？皇后娘娘。应该怎么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，这清强，是，快去把眼儿搀进宫来。另外，告诉父亲大人，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，在和林门外待命。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啊？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。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。我可不想你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。娘娘放心，清强马上去安排。皇上，可惜呀，你再也见不到你最心爱的儿子了。皇上，皇上驾崩了。干宁元年，文宣帝意外驾崩，大行之前并未公布继位人选。其实故皇后御氏育有长广王高湛，继皇后娄氏育有长山王高演，楚魏突然空悬，朝政一时大乱。撤！撤！撤！
不正好中了娄皇后的计了吗？我知道娄氏会趁机对付我，但如果现在不回去的话，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父皇了。燕儿，你是长子，皇位自然应该由你来继承。 不行，母后，这个皇位是阿湛的，我不能要。母后明明知道父皇心仪的太子人选一直都只是阿湛，而我，母后，我知道，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，可是我们大齐向来以武功立国，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。可阿湛不一样。 这两年他一直在处理朝中上下事务，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他的位置。其他的事情我可以由着你，唯独这件事情，我不能再让你犯糊涂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皇帝你是坐定了。好不容易才让你父皇咽了气，我绝不允许再有别人压在我们母子头上。母后怎能说这样的话？你当初不是挺喜欢阿湛的吗？你当我是疯了？ 他的娘当年抢走了我的皇后位置，他又差点挤走了你当了太子，我恨得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喜欢他？我装了这么多年的贤惠后娘，今天我总算可以说句真话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再过两个时辰就是登基大典，还不快服侍皇上沐浴更衣？母后，皇上，皇上。 姑妈，您别生气了。长山王，不，皇上天性慈孝，一时不能理解您的深意。哀家花了多少心血，才把这个皇位送到他面前。他倒好，只顾着兄弟情深。高湛那小子聪明得很，早就猜到他娘的死和我们有关。要是等他当了皇帝， 还有我们娘俩的活路吗？姑妈，您放心吧，叔父那边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？皇上的性子虽然左了一点，但只要顺利的登基之后，慢慢的，他也就能想通了。我们娄家的小辈里，就属你最聪明。如果一直让你做我的贴身侍女，那真是委屈了。刚好内侍局的刘尚荣刚辞了官。 你就索性去做这个上侍女官，掌管内侍局吧。多谢皇后娘娘。长山王为先帝长子，依例应登基为帝。臣等奏请皇后娘娘，速颁诏令，令长山王承继大统。娄大人。 你这话就不对了，长山王殿下虽是先帝长子，可你别忘了，长广王殿下才是真正的嫡皇子。他现在还没有回京，你就急着拥立长山王殿下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长相，你说话小心点。长山王乃皇后娘娘亲生，怎么不是嫡子啊？皇后娘娘。 微臣并非对您不敬，只是当年柔然公主御史进宫，您是主动将正式之位让出，自己甘居平妻之后。只是后来皇上虽然又立您为继后，按律法继世在正宫灵前，依旧虚持妾室之礼。长广王殿下是裕皇后所生，按血统。 自然要比长山王殿下更尊贵。长相，您是三朝老臣，自然是一言九鼎。只是长广王外出几天，已经一月之久，现在又与宫里失去了联系。常言道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
哀家也是无可奈何，才想让衍儿担此重任。贤弟呀，你怎么去得那么急呀？哪怕留下一言半语，我们孤儿寡母也不至于如此凄惨啊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母后，我可以先替皇帝监国，等他平安回来，再让他继位也不迟啊。主公，张相，先帝暴病而死，陈国、魏国两国早已对我大齐虎视眈眈。我推举衍儿继位，并非为了私心，而是为了我大齐国运。在你眼里，我娄家果真如此低贱，连带着衍儿这个真龙天子，也不配继承皇位。皇后娘娘，老臣不是那个意思。丞相，娄氏陈兵五千已包围相府。罢了，娄大人，老臣附议拥立常山王登基为帝。臣等恭请常山王继承大统。还不快去左庙拿龙袍来给皇上穿上。一切和我们想的都一样，进了酸的龙袍，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之后，风一吹立即开始破洞。这会儿大臣都在说是上天示警，不让王爷登基，皇后娘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宣布暂停登基大典。一切等长广王殿下回来之后再做定论。这就好，这个娄氏诡计多端，要不是我们早有防备，阿占的皇位肯定就这样被他抢了。哎，阿占有消息了吗？公主，你先别着急，殿下肯定正急着往回赶呢。只要等他到了京城，一切就好办了。哼，到时候我再慢慢跟娄氏算账。王妃，宫里说王爷在朝阳殿又发病了，皇后娘娘让你赶快去照看呢。知道了。你快去禀告皇后娘娘，就说我正在督着人熬药，等药熬好了，我自然会去看她。陈家，可不可以渡我们过河？你们那么多人，让我怎么渡啊？我每次只能送两个人过河。这样，朱叔，我带原路先走，你让后面的人陆续跟上。嗯，放心吧，朱叔，我肯定把王爷看得死死的。好，走。嗯。
是侍卫们亲眼看到的事。长广王意外落水身亡。燕儿，你现在可是唯一的皇子了。禀报皇后娘娘，张相和娄尚书带领群臣在殿外恭候长山王及您的奉驾。下去吧。是。这帮老顽固，现在应该没什么话说了吧？我们出去。燕儿，从今天起，你这个皇帝就算坐稳了。母后，你实话告诉我，阿占的这件事情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承认，我确实不怎么喜欢他，可他毕竟也叫过我几年母后。我是想让你做皇帝，可我也绝不会害他。要不然百年之后，我怎么去九泉之下对你父皇交代？燕儿，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，可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。等你登了基，你要给他风光大葬也好，追官封地也好，母后绝不会说一个不字。可是，高言，现在魏国的大军都快攻破我凉州城了，你给我想清楚，现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？在群臣拥立之下，常山王高演于是日登基，改元皇建，世称孝昭帝。母后娄氏欲众交为，亦犯幸诚，养成先帝一命，尊为神武皇太后。而一力将孝昭帝扶上帝位的太后娄氏，更成为高氏皇族的幕后掌权人。昊天有命，皇帝诏曰：王妃萧氏柔嘉成性，克贤于礼，册为贵妃。等等，宣贵妃萧氏上殿。臣妾参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贵妃平身。贵妃萧氏深得朕心，现皇后位立，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，一切事务比照皇后，不得有违。遵旨。还有刑部兵部要速派精兵强将，限你们十日之内必须查明长广王意外落水之事。遵旨。皇上有令，为庆贺登基之喜，大赦重犯，天下减赋三成。皇上圣明，太后圣明。萧焕云这个贱婢，不过是个亡国公主，居然一点不知道收敛。龙袍的事我还没跟他算账呢，这会儿又来迷惑皇上，居然把凤印也弄到手了。可他毕竟还是个贵妃，皇上还年轻，所以才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。依我说，咱们还是赶快广选美人进宫，到时候年轻漂亮的妃子一多，那个萧焕云就算再能专宠，就他那个臭脾气，皇上迟早也会厌倦的。算了，还好他总算顺利地当上了皇帝，我这颗悬了20多年的心总算是可以放下了。恭喜姑妈，等过上些时日，皇上再给太后添个聪明伶俐的皇孙，到时候咱们这大齐的国运肯定就更加固若金汤了。你呀，就你的嘴最甜。去吧，快去安排选妃的事。还有高湛死了，柔然那边的人肯定会借机搞点乱子，你叫你叔父那边的人留心盘查京城这几天进出城门的人，宁肯错杀3000，也不能放过一个。
是。还有，新皇登基，是不是该铸新钱、烧新瓷了？早就吩咐过了，最多再过三天，写着皇建年号的新瓷就会送到宫里来了。嗯，公主，你看这只鸟，跳得多欢呢、啊。当年，阿占他总是会抓只小鸟放在我手心上，逗我开心。公主，你小声点吧。怕什么？我看他们敢乱说一个字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阿占，你放心，你的仇，我一定会找罗氏，慢慢替你报回来。我要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要让他断子绝孙。公主，你现在毕竟是一国贵妃，这种话不能乱说。哼，你以为我稀罕当这个破贵妃？我堂堂大梁公主，当年来到齐国的时候，说好了就是要当皇后的。要不是这个娄氏，我也不会和阿占。这些年，我在后宫忍气吞声。可是现在，我不想再忍下去了。既然高衍把封印交给了我，我就一定会用好这枚封印，替阿占报仇，替我自己报仇，替他的母后报仇。阿玄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王上仪了。内侍局这块重地，你绝不能让娄清强那条走狗独大。是。从今以后，整个后宫就是我的天下。在我们陆家三代皇商的份上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哎呀，老陆啊，这不行啊！啊，咱们是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这次啊，真是闯了大祸了。你看看，啊，好好的喜词，这，哎呀，给烧得这么黑啊！你说这皇上登基大典，你这不是添堵吗？你看看，门外都是刑部的人。我就是有心帮你，那我也不敢呐。待会儿，他们内府局里的大人们来了，你可千万要好好认罪，不能犟嘴呀，否则，死罪免不了，这活罪更难受啊。好自为之吧，我告辞了啊。老爷。这回连江大人都不帮我们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？等死吧。你，哎呀，这些陶瓷怎么了？虽说有点黑，可以挺好看的，犯得着要我们全家的人头吗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你懂什么？大家都说，这龙椅应该常广王来坐才是。登基那天那样，是老天在发火呢。现在，太后娘娘正满城搜捕那些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，我们家却偏偏把喜庆的青瓷烧成了不祥的黑瓷。你说这不是往枪头上撞吗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要不然这样，我们拿钱拿庄子赎命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晚了。我们陆家上上下下三十六口人，恐怕今天就要交代了。老爷。
今天不行，我们珠儿还小，她不能死啊，老爷。陆贞呢？全家人都被关在这儿，为什么偏偏就少了她？大小姐，她在官兵来的时候就趁乱从后院跑了。赶快把她找回来。老爷疼了她十几年，我们陆家遭殃，她却比谁都跑得快。哎呀，这大小姐她住口。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珍儿，可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。珍儿向来聪明，这几年跟着我做生意，门路也广了。你怎么知道他这次逃出去不是为了找帮手呢？再说，他就是不管我们自己逃出去了，好歹也为我们陆家留下了一条根。那我怎么办？那珠儿怎么办？老天爷呀，你为什么那么不长眼呢？爹，爹，爹，放我进去！真儿，放我进去！爹，真儿，交货期不是还有三天吗？到时候交不出青瓷来，你们再砍我们人头也不迟啊！嗯，爹，你看，我终于找到青瓷发黑的原因了。珍儿，对这批窑的青瓷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爹，你放心吧，昨天晚上我查了一宿古书，又试了好多次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爹知道你在制瓷方面有天赋，现在也只能看老天爷帮不帮咱们陆家了。时辰到，开窑。爹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娘，走，娘，走啊，走啊，快！老天有眼呐，我们陆家命不开绝呀！老爷，这回大小姐可把咱们给救了。是啊。江大人，你看这批瓷怎么样啊？开型精致，釉彩流利，不错。哎呀，不错呀，就是太后她老人家看了，也会夸奖的。老陆，你养了个好女儿啊！啊，我女儿是很好啊，只可惜她是个女儿身。她如果是个儿子，那我们陆家可就有盼头了。哎，老陆，你就知足吧。京城谁不知道皇上陆家的大小姐？年纪轻轻的就执掌半壁家业，是你最好的帮手。不过，你有空啊，得去查看查看，这几十年的老窑口，怎么突然间就烧出黑瓷了呢？是，谢谢江大人提醒，我一定查，我要看看是谁要害我们陆家。姐夫，赵全知道错了，赵全不该拿合金修窑，不该拿合金修窑，不该买便宜的木炭，赵全知道错了。你平时贪点银子，我念在你姐姐的份上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。可今天你倒好啊，三千两银子，全让你花在青楼里了。姐夫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息怒，老爷息怒，这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您就饶了阿全这一回吧，啊！哼，说的轻巧，刚才是谁哭着喊着不想死来着？是，阿全是不懂事儿，可是他也是我们娘家唯一的独苗啊！我会打他，我会骂他，快，给你姐夫磕头，说你以后再也不敢了。
姐夫，阿全知道错了，阿全知道错了，姐夫。但凡我们陆家有一个儿子，我也不至于事事只能依靠外人。你走吧。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把手里的对牌和账本全部交给真儿，还有采买的事情，以后就不用管了。姐，那怎么行啊？他不是马上就要嫁人了吗？那也比我们陆家让你们赵家全毁了强。哎，老爷，姐，这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小姐，来。金铺、钱庄、染坊、瓷窑，奶娘，我要不是看这些账本，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陆家有这么大的家底呢。那当然了，陆家可是京城有名的皇商啊。小姐，现在的采买的事儿也归你管了，虽说是件好事儿，可是你又要理瓷窑，又要理账本，哪有时间准备嫁妆啊？嫁妆？我爹不早就准备好了吗？那是老爷心疼你从小没有娘，给你安排了那么好的婚事，找的是守卫大人家的二少爷，连田产呐、房契啊，都是可了劲儿的给你。哎呀，小姐呀，眼看婚期就要到了，你这做新娘子的，也该给自己绣绣喜裙、喜被吧。奶娘，你知道的嘛，我根本就不想成亲。哎呦，又说胡话。这不是胡话，我真的是想继续做生意，或者像小时候那样跟着爹去西域走商队。我想烧出天下最好的瓷器，我还想把陆家钱庄看满整个大齐。可是一旦成亲之后，这些事儿都做不了了。我的大小姐，可你毕竟是个女人呢，而且又是姨娘生的，你不可能一辈子做生意吧？奶娘，你怎么跟爹老是一个口气啊？我识文断字，陆家的生意在我手上一直没少赚过，我哪点不如男孩子了？这俗话说，女人嫁得好，这命才会好啊。再说等你嫁过去之后，再生一堆小少爷小小姐，那全家的妇人才会安心呢。不，我娘是个明白人，她肯定也不愿意看见我一辈子困在深宅大院里面。而且我娘她说过，女人也是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的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头疼。娘肯定是被昨天的事给吓着了。还好，幸亏姐姐聪明。不要跟我提这个小贱人，就是被他给气的。你说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没有出息的丫头啊？你知道吗？那个贱人把你舅舅的采买的差事都给抢走了。那哪叫抢啊？姐姐本来一直就在帮爹做生意，顶多多管一摊采买，这不算什么大事。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吗？你知道吗？他手上随便掌管着几万两银子的生意，可你呢，所有金银首饰加起来都还不值三千两。到时候他把钱全搂在自己的袋子里，我看你哭都来不及。姐姐不会那样的，再怎么说她也是陆家的大小姐啊。什么陆家大小姐？她就是个姨娘生的贱种。你说说你，你怎么就不争气一点，也学学写字管账什么的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什么风头都被她一个人给占尽了，你就不想跟她争吗？争，我拿什么去争啊？谁让我没有像她那样有个琴棋书画什么都会的亲娘？谁让我有个不争气的舅舅，整天偷鸡摸狗的，在这里一点好名声都没有？珠儿，珠儿，姐姐，先喝点参汤啊。珠儿还小，还不懂事儿。什么还小？今年都16了，
那个小贱种十岁起就跟他爹学做生意了。按说呀，老爷做的不对，他怎么能把堂堂皇商家郑夫人晾在一边，去让一个庶出的女儿管家呢？哎，为了这事儿啊，我都不敢去参加那些夫人们的聚会了。一提起这事儿啊，我这脸上一点面子都没有。老爷糊涂，咱可不能糊涂啊！这陆贞的本事是越来越大，早晚那陆家还不是他说了算？就算你不为我这个弟弟着想，你也得为珠儿着想，不是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还得再快点儿？来，姐姐，您喝参汤，都凉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哭了。你还不知道大娘，她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跟她生气了啊。她老说我没你上进，没你有出息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不是喜欢这些吗？我这有好多，你随便挑一个吧。姐，这都是你的嫁妆，你舍得吗？废话嘛，从小到大你从我这摸走多少了？姐姐姐姐，我喜欢这条。嗯，让我看看。珠儿，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，这珊瑚珠我不能给你。可是我就是喜欢这条啊。这条颜色不好看，你戴着也不适合，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。你就是小气，就是舍不得把好东西给我。我就要这个。珠儿，吵什么吵？我在外面就听到你们在吵。他欺负我，他说好让我随便挑几件首饰的，我挑好了他又不给我。爹不是这样的，这条珊瑚珠我看看。珍儿啊，咱们陆家的一半财产都给你办嫁妆了，还不够啊？这一条珠子又不值什么钱，你就送给妹妹吧。你，珍儿，你这是翅膀硬了，就敢不听我的话了？你这几天好好待在房里，哪儿也不许去，让奶娘教教你女孩子三从四德的道理。珠儿，咱们走。老爷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你没事好好的惹老爷生气干嘛呀？你给二小姐不就完了？哎呦，奶娘，你不懂的。就算我爹罚我不准出门，可城外那几家铺子的生意我不能不管。所以啊，小环，你继续扮作我，穿我的衣服，读我的书，我呢就先走了。哎，小姐说的该不会是这一条吧？对，就是这一条。爹，你看。陆老爷，咱们可是老相识了，老交情了。我就实言相告，她虽然漂亮，但是确实不太适合姑娘家用啊。为什么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红珊瑚，这红色呀，全是被麝香给染过的。这东西啊，一般是宫里的娘娘不想生孩子的时候才戴的。刘兄，这串珠子我就买下了，啊！我还想顺便打听一下，这京城里除了你们家宝号里有卖这种红色珠的，是否还有别的宝号也在卖呀？新皇登基，大赦天下。那你看那边都是柔然人，不让进城。行了，咱们走咱们的吧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呢？不是还有急事儿吗？急死我！就让我说说。哎呀，我这还有急事儿啊！急，这怎么办？有东西人了。
说我们也没出什么事了，这不让进，不让我们进去呀、啊！你们别担心，我可以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，你们今天就先住一晚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谢谢谢谢。走吧，赶紧的，走走走。是啊，姑娘，你是不是在帮他们？